大家好，我是孟涵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星露谷物语啊，这个上一集结束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迎来这一个一年一度的彩蛋节啊，就是复活节。但是复活节的话，我们是第一次参加啊，虽然这是二周目了啊。我们看一下天气预报。哦，欢迎来到这个第一选择哦。哦，是这样的 ，OK， 走。我们看看啊，这个拿上水壶，我们先把水浇一下，然后这个拔了，哎，这个可以存起来。哎，那个萝卜、防风草也好了，来搞起来。防风草、花椰菜先留着吧，先把水浇了。好嘞，啊，水浇完，我们要去复活节了，啊，不是复活节，要去那个彩蛋节了，马上开了，对吧？我们把东西存一下，整理一下身上。花椰菜留着，然后带一点花，带点花在身上可以送人。应该是八点开啊，哎，九点开来着。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，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捡。这八点半好像开始，现在应该过不去。还在布置中，八点半。我在等，看看我们有什么任务。矿洞深处。应该开了，八点半开。快，哎，不是八点半吗？九点吗？还在布置中，没办法，我们晃一晃。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，啊，晨练，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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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十分钟，加油！啊，这个冒寒的少年啊，快到终点了，快到终点了，他马上要夺得胜利了，夺得胜利，冲啊！好，我们有四千块，我们有四千块的话，我们可以先买种子，草莓种子，买，耶！还剩32块，没钱了。然后跟他们聊聊天，你看，孩子们盼望着过这个节，盼了好几个礼拜了，他们特别开心。好了，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还没有，看看有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晃吗？哎，这边。皮埃尔这边这个，好吧，别挡住我，我们要开始啊！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粉红兔兔。你看我的眼睛啊，我没有嘴巴，我只有两个眼睛，还有一条呀、啊，哎，这个位置好，看不到我嘞，嘿嘿嘿，我还长了一撮头发，你看呆萌的头发。来，是的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好了，又来到了一年一度，他们过了很多次的这一个彩蛋节，是时候进入今天节日高潮部分了。年度春季彩蛋寻宝，是大寻宝，我操，好中二啊！村长，冷静点，孩子们，如果你们想找到更多的彩蛋，并把独一无二的大奖带回家的话，你们需要省点体力，省下点体力。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彩蛋寻宝大赛开始了，准备好了。啊，这里有一个，下面还有一个，哦，就这个，两个，这上面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三个，四个了，这里还有个，五个，六个，还有吗？七个，十，九，八，七，八个，四，三，九个，来不及了，九个，不知道能不能拿第一啊？反正不管能不能拿第一，阿比高总是第一个。哇，看看这些蛋蛋啊、哦！这个村长你好污啊！明明是彩蛋好吗？如果现在我能有像你们这些孩子捡东西的效率啊，我们在宝石之海这边就是最干净的城镇啊。原来我们是在宝石之海啊。
那么今年的彩蛋寻大寻宝的获胜者是谁？阿比盖尔莫痕啊，果断找到九个我就能赢了，找到八个还不行。莫痕获得了掌这个第一名，鼓掌。来送我什么东西？应该是一个草帽吧，这是你的奖品，玩得开心啊，果断是个草帽。好了，今天的蛋蛋节就结束，不是复活节吗？怎么变蛋蛋节了？谢谢大家的光临啊。蛋蛋节好蛋疼哇，这么快就晚上了。我们有草帽了，你看我们可以把草帽给戴上，轻便凉爽的帽子，农夫最爱。晚上十点了，我只能睡觉了，这一天过得好快啊。喵，我要把东西种上吗？算了，睡觉吧，来不及种，睡觉起来然后找个地方去种，毕竟四十几颗种子呢。还不下雨，明天风和日丽啊，晴空万里。你好啊，我是酱料女皇啊，在此向你们传授我这个传说中的烹饪秘籍。这周菜肴是凉拌卷心菜，好吧，想吃上一大盆清淡的卷心菜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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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撒上一点醋和沙拉酱就可以了啊，非常脆爽啊，脆爽。但是我们现在没厨房啊，做不了啊。哎，又来信了，看一下。亲爱的莫涵宝贝，最近你过得怎么样？你走了我真是朝思夜想，我希望农场上的生活是期盼的那样。爱你的妈妈，我把最喜欢的饼干寄给你了。妈妈，你就寄了我一个饼干吗？好了，我们先浇水，每天每日浇水。我得先把这个种了，先把这一个种了，找个地方种一下。四十几个，要不要把这一块弄了然后种了，我到下面去种，下面有地方种吗？我要先拿上我的斧子，把饼干存了，拿上我的斧子，在这里要不清一块地，我在这边可以种了，这边刨四十几个，试试看吧。这边好小啊，怎么办？那只能这样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还不能刨，哟，惨了。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中间放一个稻草人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我们这边水浇完了，上面没体力浇了，我感觉上面还有一堆没浇呢，我们还要浇这里的水，来浇一下水。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，这体力耗得太快了，先去送东西了，再不送东西真的没得送了。看看海丽应该在房子里，哟，节日过后就是不一样，你看到处都是东西，两个，哎呦，这上面还有花，特别赞。哎，不，这个不能吃，这个有毒，这个送人的不能吃，要吃屎啊！啊，不是吃屎，是要吃死的。好嘞，开心开心开心，来吃个工作小时，尽量不要让体力掉的比较厉害。工作小时反正垃圾桶搬出来的，有全是人，我怎么翻垃圾桶啊，我的天。诶，这里居然有一个花，这居然多了一朵花，黄水仙。来，我找阿比盖尔，不那个海莉你在里面吗？不在里面，他没回来，他应该在外面。按正常套路说他在上面，我们去看看是不是在上面。我顺路把箱子，哎呦，这箱子还不能翻，全是人，搞得像一个潜入类游戏。它应该在这里吧？哎，居然不在这里啊！哇，这么多花！
哇，这么多花，这么多花，哎，他去哪了？他难道回房子了？还没找到他哎，他应该在外面啊。好，在哦，看到他，你别进去啊，你别进房间，千万别进。今天是我生日啊，看来这样谢谢呢，不错哇，直接两颗星了，可以啊，生日就是厉害啊，这星长得厉害。我们来找玛尼，玛尼送东西啊，我们就盯着这两个人送，玛尼的话哎，正好你自己送上门来，看起来挺不错的呢，嗯，是挺不错的，而且翻垃圾桶去了，我要翻垃圾桶去了，看看有没有贝壳，有没有到这个海边啊？这个海风迎面而来，特别清爽。哎哎，这里有两个这个啊，有海星，有黄金，我的天！那我先去把这个交了。哦，不对，交不了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先回去把东西卖了吧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我的天，又是海星，两颗。黄金的话，过来捡吧，反正这个也不会掉。啊，先回去啊，先把这个花椰菜给浇了，浇完之后再回去。痛苦啊！身上全是花，但是花一下子长太多了，来不及捡。先把这个海星给浇了，有没有海星这玩意儿？没有海星，好吧，那就是去那边浇，浇这个花椰菜，花椰菜浇完，我以后花椰菜可以卖了。五颗金星防风草以后可以种啊，现在不急。花椰菜浇掉一个 ，OK， 然后插一个绿豆了啊。绿豆插完之后，不是插之后，绿豆放完之后会送一个包吧，应该也是种植，应该送点种子什么的。我觉得他送种子比较划算啊，前期的话种地啊什么的话赚钱比较快，后期就不行了，后期就慢了。后期他送靠他送的东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了。对吧，所以后期的话我们就要养牛啊养羊啊什么的，这一季我们那个专注养牛养羊不种地了，前期真的没办法，这个搞一个养鸡场要好多钱，回本也要好久。把这个花存了，干瘪海星存了，然后这些全卖了，三个全卖了。好样的，然后回去把那个剪了，我们葱就不去剪了吧，要不去剪下葱，我这每天都忙活的昏天暗地，哎呀累啊，真累，作为一个刚到村子里的这个小农夫啊，真的很累，伤心，没有人扶持我，就给我一个农场，虽然是爷爷以前留下的，村民还不是很友善啊。这个村民的话，有些哎，我、哦、还在，有些村民啊对我很不友善，你看东西都不给我一点的。我们去捡一下大葱，葱应该还有，哎不对，我们这个垃圾箱忘记翻了，说不定可以翻出什么东西了。垃圾箱翻一下，垃圾箱没啥东西啊，就那边还有两个来，那个铁匠铺门口还有一个，博物馆门口还有一个，哇，十点了，感觉那个葱捡不了了，太远了，还是翻翻垃圾箱嘛，翻完垃圾箱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没有东西啊，你给我翻个钻石出来什么的也好，我可以卖钱啊。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刨地刨出来两个这个黄金，
黄金前期对我来说用处不大，而且黄金要五个才能烧一个，可以去挖矿卖钱赚钱什么的。哎，很头疼，早知道选那个了，反正一个个玩过来吧，一季一个农场样，下一季再看情况怎么弄了。早啊，这一季可以玩好久了。上一季是因为反正后面好像一直崩，我就没玩了，因为装了模组一直崩。这次我们不加任何模组啊，只加那个贴图更换。嗯，很好，完美。好，睡觉。啊，这集我们可以过好几天呢。这集我们过了三天，因为有一天是节日嘛，节日过得很快。175 ，OK， 300块进账。啊，这个每天交税好累啊！一开始要交那么多花。天气预报，又是风和日丽，能不能下点雨啊你？哦，美眉出来了，美眉出来了，可以啊，有美眉了，哇、哦！你好啊，亲爱的，我刚了解你刚开始种菜，所以我给你一点小小提示：大多数的作物只能生长一季，等到夏天的时候，你在春季做的所有植物会枯萎。艾芙琳奶奶，我知道，我懂。来，我们先把这里的水，哎，这个土豆长出来了。哇，这美眉出来了，哇，可以啊，我们农场里也有啊。哦，这个美洲大树莓，来把水浇一浇。好，我们把水浇完了，我感觉要再做个稻草人，或者把上面稻草人搬下来，把这个稻草人搬下去吧。下面需要稻草人，这边无所谓了，这边就是几个那个花菜，不急。现在这边比较重要，这边如果有那个东西过来咬啊什么，很烦。放这就可以了。稻草人做的太多啊，太花钱。好吧，先把这个土豆卖了吧，土豆反正没啥用。有金星的这种作物先留着，可能后期会用的。美眉出来的话，我们要去采了。这边上面有，这里有，你看。还有那个边上的高速公路也有啊，不是高速公路，就是那个入谷洞口。后期的话可以一采采两个啊，等级上升会选，会有一个那个加持，不是加持，加成。啊，这边有吧？而且他为什么一摸到下面去了？我们先送礼物。这一天过的，哎呀，还是哎，这里有个东西啊，一眨眼就看到个东西。先礼物送起来。村子里我记得也有这个树莓的，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。哦，差点被他发现了。对了，我要去把那个海星什么拿过来，到时候可以交掉。海星算古董，然后剩余的全卖了。这个我们就各留一个吧，送完就不带那么多了，每次带那么多在身上占格子啊。把洒水壶给存了，忘记了这个。那这一天我们就去捡东西，捡破烂啊，不是捡破烂，捡这个果实。很好，这个金星的卖掉它，贵。然后这个藻类的话存起来。藻类存一下，树莓留着吧。哎，等，啊，少了个什么东西？少了个海星，少了海星，这个黄水晶、石英、地晶、紫水晶，海星呢？海星一个卖掉。反正他只要一个嘛，剩余的全卖了，剩余这些材料全卖了，没啥用。先去把东西交了，交完之后送礼，送完礼然后再捡垃圾，各种捡，
这就是我的这个我们在新路谷里面啊生存的一个风格，鹈鹕镇叫新路谷啊，鹈鹕镇。哎呀，小姑娘应该在上面了，我们先把东西交了。小姑娘你在哪儿？你肯定站在这里了，被我猜对了吗？哎，居然人不在，什么情况？今天没有出来吗？这个，我突然变成晋江的口音了。快快快，去那边，那边要那个啥了，那边要关门了。我的每天时间过得太快了，你看，这个游戏时间还是太快了，可以慢一些。本身人物节奏就慢，跑得慢，然后时间过得又快，特恶心，特别特别恶心。来，我们来交东西啦，好多东西都可以捐赠的，你看啊，这个我哎，海星为什么不能捐赠啊？哦，捐过了，我的天。好，两个，哦，解锁新奖励，三个 ，OK， 其他全卖了吧？收集奖励，哇！甜瓜种子夏天种啊，现在我们不能种，到夏天再种，夏天才能播种这玩意儿，到时候别忘了啊，忘了就尴尬了，这个忘了就特别尴尬。我把这些都卖了吧，什么紫水晶啊，紫水晶可以留着，紫水晶的话可以用来复制，到后面有宝石机器的话可以复制。复制多个，然后每天卖一个，100块，100块，100块，这样赚钱挺快的。哇，可以哎，棒，卖钱，有两个也不错啊，这一个好像就可以卖几十块钱。我还要找海莉啊，海莉去哪了？海莉没回家吗？还在房子里吗？看不见啊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他如果在房子里，我送不了东西。我看看他是不是站到上面去了，或者在回来的路上。应该不在上面了。对啊，他没有出现过这边。啊，这里没捡一下。到底去哪了呢？海莉去超市了，那应该是属于是那种时尚女孩啊，喜欢时尚品的话应该去超市了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她，挠头啊，好无语啊，再去她家里看看。哎呦，这少年站在这里我都没法送东西，这两个女孩很经常在这里，海莉总是神出鬼没，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，他除了那个点好像就不会去别的地方了，不在啊，你看啊，完全不在家啊，有可能在床上睡觉，但我并没有发现他。哦，他在这里居然传记给我的，非常感谢。小镇太小了没意思，没事，可以把房子改大一点，没关系，太小了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搬出去住。美眉，姐美眉，她隔段时间会刷，不是一直刷的。啊，好多啊，这都是我们的体力啊，不是体力，就是给我们增加体力用的，一颗25呢，你看，很爽的，前期特别爽。我们要找马尼去，马尼去哪了？马尼，锁住了，马尼，应该马尼会往这里走啊，但我没看到他。马尼呢？算了，今天不送了吧，不送他东西了，有点坑。哎呀，我回去把东西卖一下，顺便去捡捡大葱。如果马尼不在的话，那我怎么送东西？他会不会出来？等会儿，我并没有看到他。那这个花怎么办？送给谁呢？
先去把这个树莓剪一圈，然后葱剪一剪，不行把花扔了。树莓，这里好多，你看，一个，两个，不吃，不吃，三个，哟，还有这个东西，三葵砍了，背包满了，真满了这次。不过满你无所谓啊，把这个扔了吧，蒲公英扔了吧，占格子。背包太小了，我们要存2400把背包扩一下了。我刚扔掉好吗？你就来，我的天！我不捡你了，明天再来捡。反正今天不捡，明天来捡还在的。下面有什么东西？没有东西。哟，这里有蚯蚓。哇、古剑，可以啊。没有葱，没有葱，我现在愿望就是没有葱，没有葱，有葱我捡不下了，怎么办？我想回去一次，过来又浪费时间。啊，说好的没有葱呢？还好不是很多，那我今天不捡葱嘛，明天再来捡嘛，这应该不会刷掉啊。才三个虫，不多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挖到一把古剑，但是又不能用，只是博物馆收藏品。我们又给博物馆添加了一个神奇的东西，奇葩的古剑。为什么这村庄会有古剑呀？这里走不了，往这里走，绕上去。哎呀呀呀呀，堵住了，耶，可以。好嘞，回家喽，把东西卖一卖。总是挡住啊，我想把这里树都砍了。咚咚咚咚，然后把宝石存起来吧，这个紫水晶先留着，以后我们可以用批量生产，一天一个紫水晶。这个先存了，这个种子的话现在用不了。好，睡觉。喵喵。摸不了。睡觉喽，看看你这个海星卖多少钱。放海星，哇，海星80块啊。土豆四个，一个多少？一个80。这个一个韭菜就90，100块的山葵一个，反正就这么点钱。好吧，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下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